起来到现场支持我们同一家的师队，邀请他们来为我们今天颁发我们的 MVP 奖项。那我们也在这边要请两位幸运的球迷朋友跟我们一起留下一个纪念的合照。打开前方的摄影师。进行一个简单的 MVP 的访问。那今天志祥演出了四支三的猛打赏，再加上一次盗垒成功，拿下今年球季第一座单场 MVP。有没有什么话要跟现场支持你的球迷朋友分享一下？因为今天这场比赛是球队的功劳，然后还有球迷的盗垒成功，谢谢你们，谢谢。那因为今年开机志祥因为受伤的关系，其实缺席了将近一个月左右。那回到一军的阵容之后，也慢慢站稳先发的位置，尤其是你的打击跟守备都一直维持在一定的水准。那其实从六月中开始，已经缔造连续九场有安打的表现，目前打击率有到三成哦。是不是天气跟着变了，你的手感也越来越火烫了？也不能这样说了，因为为了球队的赢球，然后我扮演我自己角色，然后为了球队赢球，然后献给球迷，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我们再次恭喜志祥走上我们今天的单场 MVP。好了，球迷朋友，来，比赛要结束了。那统一队今天7-4的比数来赢得了今天的胜利。那我们一起跟着 UNIGIRLS， 我要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得分的进行曲，球迷朋友，大家起来用掌声来欢迎 UNIGIRLS 带来得分进行曲，谢谢。球，想要的球迷，让我听到你们声音好吗？